恭喜您，范经理，您当选了今年的好事代表。我想首先请您自己跟我们说一下，您是为什么当选的？我是把这个民国40年就在这儿做中医，凡是这个没钱的有病，我也给他治病；凡是这个镇里的亲民，来我也给他治病；或者有小孩儿啊，他没钱的来我也给治病。治好了病，他有钱的给我吃的，没钱的不给我也不要。我就是本着这个中医这个救人的这种道理来继续的往下做的。我这个不为了发财，为了救人。那么20多年来，您记不记得，您这种善行啊，救过多少人？20多年想不到多少，差不多年了，每年有。每年都很多，我想数目一定是很多。那么您这次当选为好事代表，您心里什么感受？这是一种人，不是这个，就是救人是一种荣誉啊！我本着这个救人救世的道德，来继续做下去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，就愿意这个继续的往下救人。您有没有对将来有些什么计划？对将来，我今年60几岁了，有一个女儿，也没儿子。反正是我健康到什么时候，继续的还要这样做的。不谈这发财，不是为了救人。好，谢谢你这种话，谢谢你。